宜兰县100年打造运动岛运动乐活专案联合展演。首先欢迎第一个表演团队，由新南国小带来的独轮车表演，请现场来宾掌声欢迎。接下独轮车的表演团队，由小朋友亲自来为大家做独轮车表演，相当难得。学生们呢，都利用课余的时间，尽心尽力的练来练习独轮车。在独轮车的表演当中，不管是个人技巧的展现，更享受了团队合作精神的演出。待会儿可以看到他们两两互相共同完成独轮车的表演，相当不容易哦。尤其今天天雨路滑，小朋友在独轮车上这样卖力的演出，相当的不容易。哇，小朋友们再一次踏上独轮车，顺利的做这样子绕圈圈的表演。好，现在可以看到小朋友两两一组啊，这是需要相当高度的默契，才能够顺利的做两人独轮车的这样子表演活动。看得出来，这两位哇，还绕圈圈呢，交情相当不错，你来我往，交情好，有人前进，有人后退，合作相当的了不起。紧接着下一组同志们又遇到了，再次手牵手，有人前进，有人后退，默契相当的良好。很好，手举高。看起来每位小朋友技巧都相当的高超，表现的可圈可点，值得再次掌声鼓励的。可以下车，没关系。在打造运动岛这样子的专案当中呢，新南国小的独轮车发展蓬勃，不止让小朋友学习到更新更不同的技能，也为同学们休闲生活当中的娱乐再添一项。看到新南国小同学们今天这么优异的表现，真的很替他们高兴，也感谢林继胜校长在这几年努力的带领，感谢县政府积极的支持，让我们新南国小独轮车队曾经来应邀至总统府前来进行表演演出。哇，真的是可以出国比赛哦。冠军第三的是南澳中学潘启文选手。好，第二组。那女生的部分，目三位选手都是我们宜兰高中的选手。那目前战局领先刚通过终点的部分是我们李方文选手。好，三组一起坐，三组一起坐，四季花开始就是。
哇，现在新南国小的同学们有三位一起一组来进行独轮车手牵手的游戏。哇，两组，三组。好，请你们开始参加第一组。黄一鸣。很好，手举高。好，算。接下来第四个人。